大家早晨。诶，我开华语啊，我哋呢次嚟到大阪快闪啊。嗱，我哋用咗，我哋买咗嗰个周游卡，大阪周游卡。系啊，唔系同佢打广告啊。而家嘅第一站系大阪城，嗱，就喺前面啦，你大家睇下，大阪城公园咯。好，预备啊，过马路啊，依家。我哋啱啱系坐嗰个大阪地铁，我哋坐到古町四木站。我哋行二号出口嘅，二号出口近啲嘅。咁而家就跟住啊，我睇下呢边，呢度咩嚟噶？呢度。大阪府警察总部。我哋已经行到大阪城啦。系啊，嚟嗰几次不过都冇入嚟喎。啊，今次有啊。系啦，我哋等下要去天守阁嗰边。好啊，咁跟住仲要坐船添。系啊，但系等下要先去换飞先，因为唔知道时间。大阪城嗰个历史你知唔知噶？咁大阪城系一个古城，咁就同基路城同名古屋古城咧，都系称为三大古城嘅。咁系以前咧，以前大臣丰臣秀吉喺啲丰臣秀吉咧嘅居所嚟。丰臣秀吉。咁啊，后嚟就俾德川家族就灭咗，就系咁先啦。咁但系呢个城咧个城郭啊，即系周边咧系有7.8公里到嘅。但佢呢个城好似重新翻新过。梗系要啦，如果唔系点有咁新净啊？咩好彩今日嘅天气都 OK 啦，阴阴地晒晒地系咁样啦。我几惊好晒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行啊。呢嚿石头大啦，大到要介绍你就知几大啦。To protect the front entrance to the Honma Room， 所以咧呢嚿 大石咧就我嚟保护呢个城堡啦。哎，残念石。嗱，天守阁。我哋而家行到几多桥？即是最开心的桥，咁所以人哋话极乐世界就是最开心的世界，即系挂咗，挂咗之后去极乐世界啦。要换票的地方在前面。喺嗰度换飞啊，厕所侧边。下一场时间是2:15。喺度做，哦，系来吗？嗰度有啲石头嘅，嗰度你可以去影。上船咧，佢就俾一张嘢你，咁咧就有个 QR code， 你扫咗之后又有中文嚟到介导游。咁之后俾你睇，佢话诶，佢呢个城堡会有个石头嘅人命石，但系咧唔知睇唔睇到就唔知啦。因为以前咧就是、人面咁样嘅，但系晒得多咧就虎口虎面就变成咁啦。遥感群哦，现在穿越过那个这个桥，我们刚才走到的极乐桥。嗨，哎呀，梗系啦，护城河。我唔知佢系死水定生水。生水要引条河，又要引翻出去。我唔知佢呢个附近有冇河，睇下地图先啦。叫我们找人面食，应该系唔系呢边噶嘛？都讲点样啦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在哪里？我看不到，他是不是他放上去的？在哪里？哎，呢度啊，呢度中上去啊，我看到了，喺个护城河嗰度啦，啱啱就影到个主楼啦，即系嗰个叫咩楼啊？天守阁啊！封神秀吉咧就喺嗰度住嘅，其实咁后嚟俾阿德川家族咧就锯咗佢啦，咁啊冇办法啦，完结佢嘅年代，咁之后就俾阿德川嘅地方啦。嗱，我哋而家翻去啦。边首歌，我们进去了，走了，但里面不能拍照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进去。哎呀，冇错啦。我哋入嚟系正门。我们从这里
唉，我哋千辛万苦行上嚟八楼啦，行咗上八层啦，系啊，八层，而且唔系八层喎，系特别高嘅啲楼，系啊，佢一层一层都有展览嘅，即大家可以行一层之后，你就可以睇下佢嗰啲解说啊，但系人好多啊，但好彩佢有冷气。哎呀，冇冷气就唔好行。那而家呢个最上高呢、这个景色好靓嘅，你可以睇到成个大阪嘅景色噶。又唔系成个，即系嗰边望到嘅，你要走一个圈可以望到嘅。三百六十度。走一个圈可以望到三百六十度。系，你大家睇下。望其中一边啦，冇错啦，我哋入嚟系正望正门。好，边个啊？一五八，是蛋咯。哎，有灯噶，哦，有金色嘅，红色的，随便啦，每个颜色都好。好，好转，看出来是哪一个？哎，是粉红色的，红色的吗？打开看，开不到。哦，可以啊。看一下黑色的吗？城堡，啊，要装的哦，要装的哦。啊，明白了。我们要自己，但是什么颜色？回去才知道。回去才知道。你个按一按就知道什么灯了。他卖这些。我想买个炒饭蛋糕。饼。这里可以搭小火车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就是换船到的地方。我哋而家搭火车，我哋而家，那佢大人咧系400蚊单程嘅，那如果你系长者嘅话就200蚊单程嘅，咁样小朋友好似都系400蚊，冇记错嘅话，那佢可以搭到地铁站啊，地铁站就系新之宫，系咪新之宫啊？系新之宫嗰度。大阪城，拜拜了。拜拜。那嗰啲暂停咗之后咧，系 JR 线噶嘛？那而家要到新之宫站，新之宫站就系大阪嘅地铁咯。我哋等下就落车。我们到了三公站，下来喽。坐到终点站之后就是这里，所以大家下次要来大阪城，我建议呢你们就搭地铁到深之宫站，然后坐这个小巴士、小火车，然后直接到大阪城那边，就不用走路了。我来刚行了，哎，贵都塞，又热我又塞。好多啊，好多。前面这里就是深之宫站。那而家我哋系深之宫站，我哋要去通天阁，所以我哋要系 C17呢个站坐车。这是五号出口，动物园前站五号出口。我们刚刚如果走过来的五号出口就不用晒，往前走就是安培。我哋而家先来呢度食下嘢，呢度系八重神串炸，这间是天狗串炸。那天狗呢，它已经关店了，我们现在来。八重盛，我等一下才坐在这里吃，就是我们点的菜单啊。我们的串炸，这个是芦笋。啊，他不会应该。他说等下有客人坐在这里就不可以。这是牛，哦，这个好好吃。牛筋。牛筋。可以洗手。这个虾。虾仁，这样要去。即系蘸酱汁咧，一次就好啦。嗯，真系很大只，超级大只。嗯，哦，卡丁。
嗯，虾很好吃。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，虾不错，跟它有点贵。然后这边有菜，然后菜呢你就这样拿一片，你可以也可以沾，沾一次放在你的嘴，没有阿伯在让你，然后放在嘴上。就是唔点汁啊，咁番茄都好甜噶。然后这是我的虾，超好吃，好喜欢。大家来可以，它还有其他炸物可以，可以选。你看我们点了这么多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。好了，我们要专心吃了，不拍了。Yeah. 嗯。Billy 看。哎，摩海有没有啊？大财。摩海有没有啊？大来好运。大来好运，好啦。你摸摸啊。祝你好运。好，你看有 Billy 看的夹娃娃、欸，那我等一下又回通天阁那边。我哋已经喺通天阁噶啦。哇，呢个 Billy 看咁大嘅，摸了带好运。超级大，摸了带好运，可爱的哦，这个 Billy 啃的好可爱。对啊，那我们要坐那个通天阁的溜滑梯，滑梯啊，是滑梯。我敢真的，应该，但应该我得有稳飞。对啊，我得有稳飞。要坐溜滑梯。对，要坐溜滑梯，然后在这边排队换票，然后等一下上去。玩咗嗰个雪滑梯啊，好刺激啊！咁想阿姐，但系咧佢又规定年龄嘅，65岁以上嘅你哋就冇办法上去啦。有办法，你唔好扯落咁多，扯啫嘛，跌车啊！那现在上展望台。我哋企喺通天阁嘅顶楼啦，最高层，即系唔系最高层，系特别仲有一层嘅，仲要买多张飞入去喎。咁但系我哋嚟到呢度已经好够高噶啦。因为我哋买嘅系周游卡嚟嘅。我哋系展览厅啦，我哋系展望台。展望台系啊，唔系展览厅。嗱呢度好高噶，呢度可以睇到大阪。成个大阪啦，差唔多呢度108米高啊。好高啊！嗯、那我哋啱啱又去玩雪滑梯咯。那呢度就可以睇到大阪景色嘅360度，系咁一圈嘅行可以睇啦。嗯，所以而家我哋嚟睇睇。成个大阪啊，都几好睇噶，望得好远噶。就是在通天阁，这里看到的夕阳。通天阁附近咧，嗰啲人啊，即系大概佢哋都系用连街啊，连呢度咧，最主要有一个叫 Billy Ken。Billy Ken 咧，呢个咧系佢哋奉献嘅偶像啦，啊，系啦，佢哋信奉嘅偶像都好啦，佢哋又可以话佢布呢个叫布袋呢个形象，呢个叫布袋，呢个正财嘅，好多噶。我发觉佢同你好似样喎，似我咩？系啊，好似啊，好像我肚腩冇咁大啊。呢度嘅人咧好中意佢大腳板，覺得摸住佢個摸下個大腳板咧會帶嚟好運嘅。嗱，摸大腳板咧就可以帶嚟好運嘅。讓我好運。Billy Ken， 睇下可唔可以4:1嘅時間撳停佢？呢位小姐咧，一、二、四。哎，都系十。过嚟，依家表演。来，阿辉表演，快点过啦！过啦，走走走！好，又开表演。没中，好来，人就这么轻松就中了，哦。那现在来玩这个弓箭，
哦，哇，这里你有天分的哟，真的是中，哇，十个，哇，好厉害哦 ，Ready go， 中，哇，果然是母女。不要那么快，对准之后再放。啊，差点，再大力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有菌，有没有来？菌。二点，我没有啊。看你妈，中。哈哈哈哈哈。啊 ，OK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